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篮球巨星勒布朗詹姆斯。勒布朗詹姆斯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篮球运动员，他在篮球场上的表现让人惊叹，他拥有出色的身体素质和篮球技术，能够在比赛中发挥出非常出色的水平。勒布朗詹姆斯被公认为是 NBA 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。他于1984年12月30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。詹姆斯身高6英尺9英寸，206厘米，司职前锋位置，以其出色的篮球天赋和全面的球技而闻名于世。詹姆斯于2003年进入 NBA， 当时以高中生身份被克利夫兰骑士队选中。从那时起，他展现了惊人的篮球天赋和领导力，成为了 NBA 的超级巨星。他的职业生涯涵盖了多支球队，包括克利夫兰骑士、迈阿密热火、克利夫兰骑士第二次效力和洛杉矶湖人队。詹姆斯以其出色的球技和领导能力带领球队获得了多项荣誉，其中包括四次 NBA 总冠军、四次 NBA 最有价值球员 MVP 等。他不仅在得分、篮板和助攻等方面表现出色，还展现了出色的防守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。除了在球场上的辉煌表现，詹姆斯还是一位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慈善家。他通过自己的基金会和其他组织，致力于改善社区教育，帮助贫困家庭和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。总的来说，勒布朗·詹姆斯以其优秀的篮球技术、领袖魅力和社会责任感，成为了篮球界的传奇人物，广受球迷和社会各界的尊敬和爱戴。勒布朗·詹姆斯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，他从小就对篮球非常热爱，并在高中时期就开始展现出了自己的篮球天赋。他在高中时期带领球队赢得了多个州冠军，并被誉为全美第一高中生。之后他进入了 NBA， 并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。勒布朗·詹姆斯在 NBA 中效力于迈阿密热火队、克利夫兰骑士队和洛杉矶湖人队。他在职业生涯中赢得了四个 NBA 总冠军，并多次获得 MVP 奖项。他的篮球技术非常出色，能够在比赛中发挥出非常出色的水平。他的身体素质也非常出色，能够在比赛中持续保持高水平的竞技状态。除了在篮球场上的表现，勒布朗·詹姆斯还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。他非常注重饮食和锻炼，能够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。他还非常注重自己的心理健康，能够在比赛中保持冷静和专注。总之，勒布朗·詹姆斯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篮球运动员，他在篮球场上的表现让人惊叹。他拥有出色的身体素质和篮球技术，能够在比赛中发挥出非常出色的水平。他还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，能够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。